回来，日学日综。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曾经六次下江南。乾隆皇帝为何如此的热衷南巡呢？表面上是希望要解决民生社会问题，但是有史学家认为，其实他更是为了美食还有美女而去。清淡雅致的江南菜是常住北京的他从来没有尝过的人间美味，另外就是美女了。江南美女个性温柔，体态轻盈，跟北方的满洲女子高挑直爽的个性大不同。不过清朝皇家有一个内部规定，为了要保持满族血统纯正，清朝的皇帝是不可以纳娶汉族女子为妃的。而乾隆几次南巡下来，据说还是偷偷带了几位汉族女子入宫，成为大清的妃子。可想而知，要是他们没有相当漂亮的美貌，皇帝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打破家规。不过身为皇帝身边的女人，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吃醋，否则即使贵为皇后，也不会有好下场。皇上驾到，皇后驾到，大明啊，臣妾恭请皇上吉祥，皇后吉祥。在乾隆皇帝长达88年的人生岁月中，身边的莺莺燕燕数也数不清，但是这些陪伴乾隆的女子想要飞上枝头当凤凰，除了高明的交际手腕，还得有容忍夫君寻花问柳的气度。哎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朕来看你倒哭了？我真是高兴，我知道皇上宠我。妃子适时的吃醋，或许可以展现女子的娇媚和柔情，但如果把吃醋这件事情无限上纲，干涉皇上在外的风流事儿，可就是大忌了。继皇后乌拉那拉氏，就是因为劝谏乾隆不要与江南女子牵扯不清，乾隆大怒，将她打入冷宫。此时统领六宫的大权空缺出来，谁能成为下一位继任者？后宫可是暗潮汹涌。臣妾会永远跟随着皇上，用我最真挚的心崇拜着皇上，依恋着皇上。不是有诗说过，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惜眼前人吗？那这时候乾隆就令这个魏佳氏，这个江南女子令妃统摄六宫。那令妃的个性就比较温柔婉约，乾隆可能喜欢她，不会念她，管这个在这个游江南的时候做一些这个超乎常理的事情。乌拉那拉氏遭到废后，性格温婉柔顺的令妃就在此时冒出头来，想要得到皇上的全然信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魏佳氏呢，她的性格正好跟乌拉那拉氏完全相反，因为乌拉那拉氏呢对乾隆是过分的管束了，可是这个魏佳氏呢却是深谙夫妻之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她给乾隆充分的自由，反而获得了乾隆的宠爱跟宠信。令妃原名魏佳氏，比乾隆小16岁，刚入宫时只是个在孝贤皇后身边的小小宫女，之后一路从贵人到令嫔。乾隆13年进令妃，11年后再进令贵妃，她的事大体不争宠，深得乾隆喜爱。令妃她对于就是乾隆皇帝的这个风流她是采取比较宽容的这个态度的，好，比较宽容态度，而且她也很能够讨这个乾隆皇帝的这个欢喜。令贵妃掌握大权，统领六宫，替乾隆分担不少烦忧。最终因为乾隆立皇15子永琰为皇太子，令贵妃母凭子贵追封为皇后，侧室孝仪皇后。但说起个性婉约的后妃，就绝对不能不提惠贤皇贵妃。柳叶眉加鹅蛋脸，惠贤皇贵妃长相秀丽，出身名门的她能一路爬升到皇贵妃，自然也有一套独特之道。可能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天灾啦，那这些灾民没有饭吃，那乾隆皇帝也非常的焦急。那这个高家氏这个惠贤皇贵妃，她就很会安慰这个乾隆皇帝。先天下之忧而忧，惠贤皇贵妃虽然不是皇后，却也展现出母仪天下的胸襟。
朝政繁忙的乾隆皇帝自然很是喜欢这位皇贵妃，悲天悯人的情怀。更难能可贵的是，慧贤皇贵妃就算是生病了，也会强打精神，不希望乾隆为她操心。这个高家氏得了重病，那乾隆皇帝很舍不得，特地到他床榻前去看他。那他还语重心长的叮咛乾隆皇帝不要太过悲伤，要自爱自惜。那情真意切，使得乾隆皇帝深受感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慧贤皇贵妃始终尽心侍奉乾隆皇帝，让他成为乾隆最爱的妃子之一。不过乾隆的爱妃何其多，谁又是他生命中第一个女人？哲敏皇贵妃呢，原名富察氏，那她呢是第一个给乾隆皇帝生育子女的女人，所以呢也有民间学者认为说她应该是乾隆皇帝生平的第一个女人。那她呢本身性格相当的聪明有智慧。哲敏皇贵妃和孝贤纯皇后一样，原名富察氏，她帮乾隆生下长子永璜，地位自然不言而喻。乾隆对她的喜爱程度，从哲贤皇贵妃过世后就可以看出端倪。哲敏皇贵妃是他乾隆唯一在写诗缓婉这个纪念他的一个皇贵妃，个性婉约就算了，更重要是乾隆写诗之后甚至相当的悲痛，而且为了他甚至有几天的时间都不吃不喝。在哲敏皇贵妃死后，乾隆亲自作诗缅怀这位爱妃，内容写道：已是别多时，能无一写悲，七旬呼我逮，百岁任他骑，幻景途经宿，故人不应疑，曾孙必应尽，年者可闻之。可以想见失去哲敏皇贵妃对乾隆来说是多大的打击，但即使后宫里已经有了多达41位的妃嫔，乾隆还是不满足。拜官野史记载，他曾6次下江南，而且和不少江南女子发展出超越阶级的情愫。皇帝的玩乐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后宫佳丽3000人，看多了奇人大脚，所以他喜欢江南女子的温柔婉约，而且呢就喜欢他们的小脚。所以在这个时候，乾隆在下江南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处理国政或是巡视什么，基本上他就是要体验一下一个不同的一个心情。我们可以从那个资料里面呢，刚才讲的41个后妃里面，大概呢有3个应该是有汉人的血统啦，就比如说魏家氏、高家氏，那其他的那一些这个常在啊，那个有可能，有可能是这个乾隆在下江南的时候找的这个女人呢，乾隆皇在江南玩得乐不思蜀，却也传出他与民间女子的短暂情缘，其实是一桩桩安排好的天大阴谋。他选女子上来的时候，这些女子个性除了平顺之外，对国事半句话都不会去讲，所以基本上他们可能对这个政治来说，他们接触的情况也不是很多。在这情况底下呢，有些女子就很多传说出来，有些女子是要刺杀这个乾隆皇帝。无论是阴谋论还是真情意，乾隆皇帝的感情运势一时半刻也说不清。这位六下江南的清朝皇帝，因为他的多情和倜傥不羁，成为后人心目中印象深刻的风流君主。乾隆皇帝虽然喜欢美女，但是他还是防着这些汉人妃子。据说曾经有汉人的妃嫔想要探望自己的哥哥，遭到了乾隆严厉的拒绝，就连亲属想要谋个一官半职，乾隆也是下令万万不可，就是不想让汉人瓜分朝廷的权力。而乾隆过世的时候，一共有5位他最心爱的妃嫔能够跟他一起合葬，到底是谁呢？我们休息。